神李多惠日前正式来台加入应援行列，一亮相就瞬间引爆话题，也让他成为不少品牌的新宠儿，手上代言越接越多。而知名电商品牌为了欢庆15周年生日，也特别邀请李多惠担任15周年的品牌大使。照片一曝光后，让粉丝又惊又喜。没想到除了是品牌大使，官方还开心宣布，即日起到5月31日，只要与该电商品牌指定店家不限金额消费，就可以登记抽奖，有机会可以抽到李多惠独家近距离见面会，甚至还有一对一合照，以及大头应援牌签名等礼物，让不少粉丝相当兴奋，纷纷开心直呼我现在就去下单，买越多越有机会，好想成为跟女神见面的那个幸运儿啊。